大家好，上一集我们分享了赖老板的 Sphero 2.0 换装 3.0 变速箱，明显没有重托的问题。但是油耗的部分呢，从 2.0 变速箱换成 3.0 变速箱，齿比变大了，转速变低了，真的比较省油吗？还是其实变比较耗油？好，那关于这个测油耗的部分呢，我们后来选择的是出油油耗，因为你买了一台车，总不可能每天在追求终极油耗吧，一定会想要在家人在朋友出游。我们出发去苏澳渔港吃虾，除了测油耗，我们还顺便帮大家测试痛风。痛风测试，赖老板上一次测油耗是跟一台 Toyota Camry 2.4， 那一次真的可以说是惨败啊。那这一次我找来的对手呢更凶，那我们这次的 PK 呢，输的人必须要在3个月内减重10公斤，所以我们去苏澳港好好的饱餐一顿之后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，不是吗？走，我们进去访问一下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。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的怎么样？差不多啦。你不要每次 PK 必出包呢。哎呀，我车还不敢熄火，我怕等一下搬不动。真的假的？每次都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油耗实测，我们今天是赖老板 Sphero 代赛实测。你今天先预测多少？预估应该是12到13吧。就上次我高雄山路有那种油耗，因为你那时候还有去试车，配成那样都还有12.3，我就准备鲜虾大餐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痛风测试顺便，痛身体好不好？看这一次的，明天就知道了。耶，每个人都不笑不走路。看到这台神秘车款之后啊，你觉得差距多少内算你？3公里吧。怎么没志气？差太多了啦，蜥蜴树差那么多，不要怕，那么轻。请问一下配重快，配重快，专业配重快，92公斤。欸，大成，你几公斤？88。大成88，赖老板90，我88，结果你是我们四个里面最重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跟龙哥的日食要去地堡挑战。对。你设定一个时间，最佳单圈。如果没有跑进那个时间内，3个月减10公斤，我要击败大成师傅，2分16。你就是他妈的想减肥就对了。对，我就是要减肥。哥，你这个立基点这么高，哦，你减10公斤很简单呐。有啦，有机会。哎，欸，你今天开雅阁来吗？当然不是啊。第二次哦。哎，你这么虐哦。对啊。你反正就是要赖老板减肥嘛。我想说要比就认真比一下，大概10到11纯市区，因为我很少开高速，所以那台车没有高速油耗。没有做过高速油耗。对，可是你光市区油耗就赢了。赖老板刚刚说12、13嘛。对，我大概赢个2、3差不多啦。赢多少以内算你输？就一样啦，3公里啦。所以你要车手去量化了吗？到时候再看嘛。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呢，我们这一场 PK 油耗差距我们设定在3公里每公升，那如果油耗差距超过3公里呢，不好意思，赖老板好好努力好不好，为了身体健康减肥一下。好，我们出发。陈师傅，你的车上都还有2个气座，还有一台脚踏车。没错，我原本想搬，结果懒了。你没有减重。哎，脚踏车手推车安全座椅，这样还是让他就对了。没有啦，真的很不给面子，又是脚踏车，然后又是推车，又是安全座椅，有办法想象赖老板减肥10公斤后的感觉？那个龟山金城武。赖老板油出发啦！接下来我们的策略就是要靠这颗3.0的变速箱，用滑的，一路滑。因为它的扭力转弯器比较大颗哦，虽然它的重量基本，它的惯性就会比较好。哦，因为它比较大颗，所以相对它在转的惯性也比较强，所以在滑的时候就比较轻松。它就要靠很远。哦，所以要特别来靠这一点。我们来击败 BIOS 就对了，试试看有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哎，从哪里就开始塞了？我们天啊！我们18标上去，18标上面还不到环北就开始塞了，还不到环北，然后塞了一段之后，一直在塞，没停。
过了提顶，还在塞啊。对，过提顶之后有一段还好啦，但是上了国五之后就塞啦。对，上了国五之后几乎是在实定之后就又塞住40公里以下，从头到尾，而且还有停下来的状况。对，所以我相信阿栋一定在取笑我们。对对对，他车上定了，他车上一定在取笑我们说啊，塞车了，踩了车那么重，等下走走停停，没关系，让他笑，让他笑，我们有惯性，对我们用滑的，我们靠惯性。对对对。哎，你真的都开很快耶？哎，就正常开啊，最真实的油耗啊。那你现在油耗有没有掉？哎，还满格啊，不过这个不准啊。对，因为它前一段都会比较晚掉。第一格可以跑300有没有？然后后面只能跑100。不知道赖老板那边是什么状况？我们等一下苏澳休息站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的油表都没掉，我们油表没掉啊！啊，什么？你们的油表也没掉？拜托。哎，赖老板，你有没有觉得车子变得很重托？还好啊，沿路转速都很低吗？就2500内，2000上下。你没有刻意放慢哦？没有啊，这么有自信？我有时候还比他快，刚刚开80、90，我还开到100多哎。你有开这么慢吗？差不多啦，我也是90。哎，好啦，两位结算一下里程好不好？跟大家讲一下，上车看一下，赖老板多少？89.5，89.6。你说你现在是90.7，有没有偷关冷气啊？没有啊，沿路都开着，还开最大的。是4段风速或是3段风速哦。冷气都不冷啊？超冷，超冷。对，我现在会发抖。有没有改完 Servio？ 好啊 ，Servio 有手牌嘞，有手牌，有输手牌我就买。伸出来，弄一台卖你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什么没有，车最多，对，好不好？弄一台卖你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做通风测试。说不定这一次它3.0变速箱真的会差很多。就看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是看。胎压打多少？36。冷车？对啊。胎压打多少？36。38。他秒你耶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其实我也打30，打昨天晚上就打30。感觉那么热，开起来不很痛苦吗？就有点颠。等一下 ，Yuki 的重点是，等一下，Yuki 等一下，刚刚这个大概几只？300块来，我想应该是15只啊。来，你们算一下，你们算一下，应该20来，应该20来只啊，大概点一下，怎么点啊？倒出来慢慢算。好了，放20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煮熟了就知道了。再来，继续收购，收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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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。要冰菜吗？不用。你觉得他会叫你帅哥，还叫你 UK 耶？连这一起收吗？这不用哈，这个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比较小一点。这是白虾。好，是白虾。好，那这个称一称。啊，全部哈。对，全部称一称。全部称一称。不要怕，就是要让你们痛风测试。原来到菜市场扫打是这种感觉。扫打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这边就买虾而已。对。哇，好开心哦，把人家扫光哎！扫光，扫光。老板娘，等一下分又一桶出来。是的，那不要，那都走了。好 ，OK OK， 两个都来，两个都来。我这边只有700哎。啊？700收吗？嗯。哎，还有那个300啊。哦，30块。有上打扣吗？我看有没有，我10块，来点一下，谢谢。来，走，我们进去找代客料理了。这样够了吗？够了啦。代客料理，要穿烫还盐酥？盐酥。半，一半穿烫，一半盐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适合吗？我都放到这些东西啊，我看。你今天被搞成个痛风了呢。没错，不要怕。哎，你们还有没有单点什么？看一下菜单。要吃，明仔袂行。我很好奇，我1000块到底买了几只虾？大概帮我点一下好不好？大概点一下。这边应该还不算吧？还有啊，还有盐酥的啊。大概点一下。
啊，算了啦，好难点哦、喔。不，我们等一下直接一边吃一边算好，直接算虾头，算自己吃的啊，算虾头，算虾头。那个明天早上各自报备啊，报平安。那个不能笑走不动的自己要讲。我们今天是来测试身体到底好不好？对，我在那个去药局帮你配药。那个没问题，休整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克，开始吃，开始吃。啊！随风去，随风去，真的大海。没有翻，没有翻，没有翻，没有翻。翻了，今天不能出门。今天不能出门，翻了。哪一个啊？来啊，虾头举旗装啊，虾头举旗装啊。等一下啊，虾头排好队再说。排好队啊，十个一单位。好，用力给它摆下去了。一个连几次？一个连最少120啊！哇，这么多、哦！好，没当过兵啊，不好意思。真的？你是怕痛风？我就吃面不行。你是怕痛风？哈哈哈！继续吃，完了完了，不太妙。左边的后面这一条有没有开始有一点紧，有点抽痛？之前有得过高血压，真的是不能这样乱吃啊！等一下来检查一下，他们是不是脖子也都很紧？来，脖子转一转，脖子，哦，很紧。来，脚踝转一转，脚踝还行，还行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要逞强，没逞强，不要逞强。来，脖子扭一扭，这个很紧哦。你有听到掉一声？有没有觉得脚踝硬的？看一下他们走路的方式啊，大臣这不行，这脚踝很硬。啊，赖老板本来就有点问题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就一样都是有问题。是不是该减肥？很热，对不对？很热，靠太近很热，对不对？很热嘞。我们都差不多了啦，好，准备回程的啦。不可以偷加油，偷加油怎样？偷加油，下面烂呐。OK 啦。我们来看看。最省油的 VS 到底花了多少油？我猜应该14公升。我下去，对、欸，这么快，一枪就好，一枪就好，一枪就好。不要10.47。你被补了一刀，才10.47。看你1公升，没关系啊，就用10.47啦，好不好？就用10.47啦。1公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跟着2005年的 VIOS 4AT， 发票在这，看一下，我们看错。对啊，310块，现在1公升29点多嘛。嗯，对啊，所以10点多公升，10.47啊，好痛！我自己也傻眼了、啊，我说真的、啊。哎、啊，你里程数多少？总里程吗？对，总里程。哎、欸，16万多啦，16万7。哇！没有悬念的，屌虐！早知道一开始直接说，我做你7公里、啊。我比尔是1公升跑24公里啊！怎么可能？1公升20公里是什么车啦？1公升20公里到底是什么车？205公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只加了310块，差不多10.4公升。10.4公升，不是14公升。天哪、啊，有够省的。大成95加几公升？10.47。赖老板，你的92加几公升？17点多少？17.07。大成的显示里程是205，然后赖老板的显示里程是202，所以我们用202下去做计算。超扯的。减重10公斤 ，O、哦、不 OK？ 减啊！有没有觉得今天有吃饱、啊？今天有吃饱，有力气了哈！可以饿一阵子，少油少盐，多运动，好不 好？希望我们3个月可以看到瘦。哎，再来检测。对，瘦10公斤的老板一定很帅，好不好？龟山金城武，龟山金城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有重点啊！啊，什么？所以改3.0变速箱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我现在刚才跟他讲，我到底是要轻轻的踩比较省，还是干脆正常开？因为惯性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还是其实要我来开啊！我上次开你的车可以开到12.3的，这蛮厉害的、哦，而且是高雄3日游。对啊，每个来试车都王八蛋。所以人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不是踩太轻？本台严禁马后炮，下次由我来试车。我们总之我们要看赖老板瘦10公斤。哎、欸，好啦，你们3个人一起减重10公斤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加一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